4月18日，歌手许志安以嘉宾身份出席由梁汉文、林敏聪主持的 VOTV 全明星战游戏节目。三人在生活中都是明星足球队的成员。提到在游戏中可能会被两位队友捉弄，安仔的表情马上亮了。没有听说过要会整人的吗？如果要整人，我马上要走，因为已经不太敢被整了。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没什么，因为都是玩一些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游戏嘛。今次的游戏节目不仅跟世界杯足球赛有关，更设有数目可观的优胜奖金。安仔直言，如果自己胜出，就会把奖金捐献给慈善机构。咁我哋明星足球队有两个战友咧，就做主持啦，咁啊嚟参与一下啦。咁啊，但系最重要咧，都系因为有奖金啊嘛。如果我赢咗，我会捐晒出嚟，所以我好奋力咁样会玩呢啲游戏嘅。聊到即将到来的2018世界杯足球赛话题，安仔透露老婆郑秀文平时也会陪自己看球赛，并还大赞对方看球非常准。其实他平常也有看一些，就陪我去看一些就是现场的那个直播的那些足球赛嘛，然后他也蛮准的，每趟看到足球他会觉得，哎，那个球队应该蛮厉害的，因为他的身材非常好。那所以我觉得平常都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吧。各位望望呢边，唔该。Sorry， 太真。非凡娱乐，香港报道。